跑到下场来，经过经过大，世界约成一组，然后再回到胃这边，然后经过横膈膜上来，经过肺，且约经过气管喉咙，然后就从这个身体的支将到前边，然后就走手背前背走阴面，你看到这个阴面，我们一般都会觉得阴面就是要这个手这个立刻也落到大拇指，而会免蜘蛛猴不闻肺经呢，它就是从这样走一样，所以你说你肚子痛。患之胃疏向约手这边来处理可以吗？对，约不能复原。哎，因为它的行刑，行刑的路线是这样。对，好，你说的对。进军中焦，好，再到堕大肠，然后又经过中焦这个胃，然后经过横膈膜，经过肺脏，然后经过我们的气管，啊，然后以后就走转出来，横到这个手背，就这样走啊走啊，走到大拇指这边。所以这一条你要记住。叫做手太阴会经行行，有日年春雨如，所以他经过的这些脏腑，譬如说啊，像是大肠、大肠胃、胃啊，还有胃啊、胃啊。